鬼哦，今天怎么那么忙啊？哎呀，说到那孙医师啊，真正想够嗨了，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呢，就给我修论开刀了。注意！他随时要找神刀寻仇，看见者务必拦下。孙医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啊？先左转，再右转。哇，木杠上神刀，我不是被榴弹射到，就是被飞刀射到，哎，当然是有多远闪多远了。哎，你来别走啊！木杠兄弟，你逼我。孙医师，别躲了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拉近转瞬即逝的时间，在你的明天能踏上霓虹，迎接光彩的未来。